利面还好。突然冒出一句，弟，意大利面你是不是有冲水？当时我的立刻反应是有点受伤。我觉得意大利面还好，因为我有偷偷看他们在做，好像有几个步骤会让它更好吃。他有突然冒出一句，弟，意大利面你是不是有冲水？当时我的立刻反应是有点受伤，但他讲到你是不是有冲水跟我无关，因为那是意涵去做的事情。如何？老实说有点意外。所以你们都吃过吗？没有。哦，真的？你们？我们还没吃饭。嗯，所以你们看我们是一种很饿，测试一下，刚才很饿的心态。对。可是我好想要吃肉。我也想吃肉。所以要卫生纸。卫生纸吗？好，等一下哦。哎，我们有那种餐巾，正方形的餐巾纸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呢，我们好像应该去买那个，因为他们要卫生纸。我觉得看他们这样蛮可爱的，东忙西忙，好像那个动物森友会，我在那边点大家这个做这个这个。哎呀，阿里嘎多，美学的部分真的很注重啊。不是，但是你也要是不是好？他们好可爱，他们好认真在吃哦。如何？哎、欸，你们好认真在吃，还 OK 吗？我们现在只有担心的是吃不到你的肉，因为我们太容易饱。这个吃完就饱了，所以我们要慢慢吃。不用，我帮你切小块这样的。来到是谁要鱼，谁要那个？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它是鸡，谢谢。你们可以 share 吧。哦。我就这样 OK 吧，就一点点。可以。一人一小口。牛排还鸡排，你们选一个主餐。那我要牛排。牛排 OK。我也要牛排。好。那我鸡排。好。真的是一点点。我们其实刚面这样。哎，帮法式餐。来。哦，来了。主食来喽。来，我帮你收。这个筷子应该用得到。还有汤匙。你吃柠檬吗？牛不错，牛排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牛排真的很少。牛不错，哎呦，哎，你没有吃鱼吗？吃啊，没有吃鱼吗？其实我们正好是鸡。哦，对，忘了跟你们讲了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去那个超市买的时候也是没有鸡排。哦，我也爱吃鲑鱼，所以 OK。我们就试着吃啊，一人一半。嗯。很好吃，嗯，不错，好吃 ，Q Q 的，大家吃肯吃什么？